我上场前我刷那个吊带，饿死了。那个金子姐姐说啊，你就刷这个、啊。我说 Hello， 我们穿外套的，你放心，他下了。第一哦，欢迎大家。你看完关不掉之后出剧场之后，两个你变不变态吧？你就说你说这话，你变不变态？抽烟干什么？牛郎去你爱，来看来看来看。谢谢来看周五公演，谢谢。关不掉，在 freestyle。来，坐前面一点，在我面前被我游一下。谢谢大家的运动房，你还是想看我牛郎？我有努力在练。王姐自己修呗，我自修，发给我自修。我自修把我自己修成天仙，什么牛郎局，就是那种呀，就是这种。这个光是打得太白了，感觉我已经死了八天。好久才修成。是你说没抢到前面后排看，可以到前面来看，可以下站去。谢谢和白姐的两个荧光棒，想看黄奕油腻味，所以才能知道奕的特殊时刻都比较什么都啊，我都没有几个特殊时刻。牛郎局在河里跟我说，真的很油，真的很油，真的很油。就是流到那种，你们想给我。谢谢苗叶的玫瑰花，肌肉感对。你左手骨折还吊着，单手修图实在有点难。主要是你们不了解我的脸，我对我自己的脸就不了解，知道是哪里。最大的脸，最大的脸，顶胯牛郎，对，顶胯牛郎。别说了，又买机票，你好好工作。谢谢各位。什么叫有点想来看？难道你本来不准备来吗？你在那儿宝宝长宝宝短的宝宝公演不来看是吧？大家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谢谢丸子巧克力，谢香菇，谢谢淼叶。来看什么公演你也想来？来看你们骑的。但不知道说什么了，今天我真的好累呀、啊。一般修图尽可能保证原样。有没有可能原样不好看？咱们要靠 P， 有没有可能需要精修？侯姐女仆，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要不是前面跳了那么多，我们应该能发挥的更好一点，很多细节能完善一点。而且主要是彩排手也没有踩好，下次。今天太累了，还被骂了回来。都是兄弟。太难了，照片了，咱们就是要照片，真是。没什么，我们做的不好。联合工好少，对，联合工我们做的不好。但是有十几个 unit， 虽然我只上一个，但是现场真的很好，真的吗？那反正现场看得开心就好，看我的脸蛋挺开心的。手好之后给我拍，秀的跟仙女一样。对呀、啊，就是你得做的不够好嘛，高一点啊！女人如果不高可不行哦。见面兄弟们可以别把自己骗，那叫还原美貌，怎么说话的单词？说话真难听。虽然你是我在一起吧，辛苦你们了。看现场很多人炸裂，就他们喊超大声，在那尖叫，我也不知道在叫啥。完事以后都有男人。大家，我都有新的男人来跟我店员了，家人们，跳完关门都有新的男人来跟我店员，不然他们不屑来跟我店员。谢谢花花姐的荧光棒，你没发我表情包都不错，我招你惹你了发我表情包。黄姐的白眼，下翻译，本身就不错，不需要高逼，但是拍出来喵就是还是需要逼，慢慢成长吧。我们喜欢玉龟狗的，都喜欢卡比，好好浪漫。紧张了，我没听清。谢谢快点，你这形容不敢去了。来，你不喜欢玉龟狗吗？家人们，你们有没有觉得我那个关不掉的沙发很长？我刚开始就是经典的是要从一边倒下去，结果我倒下去，我发现我头都没有碰到那一边，整个人瘫在他们。连不了一点卡比，很卡吗？卡比了，嗯，卡比。你在干嘛？我在吃东西。我也在吃东西。嗯。你在吃雪糕。
我不敢吃雪糕，我在吃鸡肉干。你在减肥吗？没有，就是太饿了。妈，我吃你们一点儿，你们只喜欢我一点。什么叫只是你一个的？有一坨。你们也辛苦了今天。奶粉少，你们更辛苦。是你奶粉多，你干嘛这么骂？想你等会儿。不行了，支撑太了，明天来找你。别说了，你找了我一个月，别找。你马上就是我们这个房。明天来找你。你已经找了一个月还没来。嗯，我也没办法，太忙了。你看看我们这个排班，我真的确实啊，要疯了。啊，明天我跟你说，明天我们到，最起码要练到凌晨。为什么？你不知道吗？录音。你不知道吗？崩溃了。我也问他，你别来拆我台。因为，反正就是那个特殊公演，要排练。因为我星期三还有青春。你星期三青春时刻吗？对啊。好烦，我可以去看吗？是。可以。哇，流星雨前辈。我们来玩儿真心话大冒险吧，来呀！我不可爱，不剪刀不？剪刀，石头剪刀布。我输了，选吧。什么？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算了吧，不想，我不想理你了。那个我最。真心话，真心话，我想一下，金色好像有电影，我不知道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不当和我掉水里，你就谁？没关系，我的粉丝都是电台，在剧里面，对，谁让你到处说，就是。就是靠 LL 的吴凯凯，算了，我跟你说，你跟胡丹，我就，那我就，你这让我怎么选？王老板抄一下卡底直播参数算了吧。我就我自己可以吗？懂了，你们俩我怎么选嘛？那我就好吧，那就舍弃一下单队，救一下你。没有其他意思，方大姐。是吧？拜拜。你在说什么呀？你在跟谁说话？给这个天宇说，主打一个真实。我感觉我今天好肿呀，今天睡得太肿了，眼睛是肿的。打这个，哎，看我有一个美甲。你发现我眼，你发现我眼睛今天是肿的吗？嗯？我眼今天是肿的。哦。我好像就是吃那个曹氏，然后吃眼睛的。那以后。别吃那个了，我也不吃。不吃了，我也不吃了，我不吃了。谢谢天宇的荧光海，谢谢抖音的玫瑰，谢谢苗爷的豆。天哪，你还，我都做不到，谁懂？没有啦，我本来就比较喜欢。谢谢丢丢送了一个蹦迪儿，确实。那我明天来找你好吗？好呀，拜拜拜。为什么你一卡一卡的呀？卡比每次给你连麦。你们说我本人和我照片差不多，是真的假的？间歇性吧，就是黑发看久了会突然觉得，哎，想尝试一下别的颜色。但是一般我染了以后一段时间就会想染回来。哪有，都很爱你们的。
你看我当下的吸管插反了没有啊？忘了，你没有喝呀？我是给你，怕你早上没吃早饭给你喝的。你已经记住我了，谢谢你，沈梦瑶的老先生，谢谢你。学习姐来问老板一点不难过，难过啊？吴天天，给他一百，你得到空气。你我没看到你报一报，谢谢猫头鹰。我们都这么熟了，不需要魅影，懒得给你。晚上记得视频翻牌，我真的是，我录的有点水呀、啊，不过真的没有办法了，真的好忙。哎，没有和你不熟了一下，你们好难哄、啊。就是视频翻牌，我不一定都能回哦，有些我真的回不了。真的吗？我有下班视频。那他太高了，把你挡掉了。小王一好像有1.7米。谢谢。你太矮了，把你挡住了。你不能怪我吧？染浅色不怕被罚款吗？就肯定要等公司能让我染的时候我才染。欢迎。我现在是又饿。开塞路，他不是叫开塞小路吗？怎么变成开塞小拉拉路了？谢谢小。非要把自己的性取向弄得那么明白，标在名字上。你在说小路吗？小路还是点外卖了吗？没有。他老幸福，嗨，小兰，晚上好。好久没上阿拉斯加海湾潜水。太可爱了，什么太可爱？谢谢。谢谢 Guerrero 的奶茶，梦魂 Focus 是绝美，谢谢。谢谢大家。呵呵，什么？有你们就够了，有你们就很幸福。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我把我那个关不掉，我倒了花瓣给了一片给小鹿，这还不测试对应，还要呵呵我。这么多可爱的衣服，可爱吗？这我有个裙撑，我搞忘穿了，我今天。好饿。还有上次跳人鱼的时候，我给了一片我身上的鳞片给他。虽然还不好，那不是贝壳，那是鳞片。谢谢发发姐灵光海。波波，等一下，我去拿一下我的。听说在门口哭，是呀，他小孩，小鹿得到了好多，但是他付出了很多。小鹿给我剪的应援会视频真的蛮好的，就是最后那一趴大可不必啊，最后那一趴骑老虎大可不必。你啥也没有，你得到了，给你个爱心，你得到了我的黄姐的比心，免费得到的，谢谢芬芬姐的巧克力。CG 是忙那集，对，16岁，应该是16岁。上天。你是不是在偷偷看笑话？得到了和王姐同床共枕，开心吗？开心吗？你们俩睡得怎么样？快告诉我。谢谢芙芙姐的9个荧光棒，芙芙姐他们俩睡了那天晚上，老爽了，他们俩。那叫什么？叫啥来着？相拥而眠。嗯。嗨，套路哥，晚上好，谢谢顾夏腾。给你们，谢谢。刚刚我出去的时候，不小心手上碰到一个东西，有点奇怪了，还好吧。你们扫一下看看这是啥呀？你俩睡觉怎么不带？对，你们怎么不带小鹿呢？啊，不行，三个人，你是小孩不可以。等会儿我把便携卡比发群里。你 是啥呀？我知道啊，反应过来。我真的不知道耶，你们扫了有没有告诉我？就爱看我的粉丝们。是 I love you 啊，好浪漫。
真的吗？扫一下。哦，你怎么知道卡比喜欢你？你好聪明啊。扫出来是啥？是卡比喜欢你们。你们可以四人，四人有点多了吧？四人那个床都是卡比都喜欢，只要是卡比床床能剩下四个人。我们要双向奔赴，那得有两个人是地上。快把其他男粉介绍一下，丹丹呢？丹丹，丹丹，丹尼斯。啊，小粉，小粉，小粉，介绍给你吧。你们一个蓝，一个粉。珍珠减一不合格，我服了。你还是开两间房。哎，我刚拿过来的东西呢。你情愿开两间房，你不愿意和别人一块睡吗？其实我也不太习惯和别人睡一张床。到时可以串门，四个人都可以打麻将的，开个麻将房吧，就是那种有麻将桌的，一起打打麻将。这是啥？我看看。开个总统房，总统哪儿学来的小把戏？哎，本土别没有住过总统房，哪里小把戏？你不喜欢，你喜欢一个人，我也是，我不习惯。是卡比爱你们的证明。不喜欢别人挨到我。你们觉得亮一点好还是？在外面好吵。亮一点。为什么不回家？这个好离谱啊！成都哪里？给你们看一下。文字印章。爱他就来给他的身上来一个蚊子，等会儿给王老板一个蚊子。好烦呀，感觉胃又饿小了，我失去我的快乐了，唯一的快乐就是吃，没住过不知道，啊，没住过不知道。我怎么是这样的呀？我感觉被坑了。皇家文章，但是这周要想回去的不是，结果那个表出来超级忙，要排各种东西，而且主要是周四要店员，周三服了呀，真感觉我没有瘦，真的没有瘦，但是咋说呢，这个吃不下。萌萌迪又邀请我连麦啊，这个1月4号，1月14号，对，这是被打死的蚊子，梦迪。搞一个皇家文章，真的假的？这是什么呀？谢谢风空的那个皇家文章，你看，好搞笑呀！什么？我看看，上面有小粉要看，这个是什么鬼？谁在你旁边啊？小粉 sister 是我，你的 sister 皇家文章，家人们，笑死我！昨天公司是一个星期，好无聊呀，卡比，这还不搞笑？哦，我看见了，我很好看，我看见了，但是好像我们这边好像并不能点赞，但是我有看到。什么？我看到你发了之后，我就马上就去看。送的夜蝶，红梦迪，你来直播间给我送夜蝶了。红梦迪，真是好人。哦他就他说你送戒片啊，有点好玩，下次送你们。我还是会发光的，荧光。胖就丑呀，但是我感觉。谢谢刘医生送的一个巧克力，谢谢你。好卡呀，卡比，每次跟你连麦真的要卡疯了。这有这么卡吗？真的很卡，就是你说话就是要等个几秒才能听得到。现在主打的就是一个在吃东西，可能会回比较慢，别问问就是快乐。真的卡吗？跟你多聊聊天，因为。过两天我们超级忙，我不知道什么。好卡，我受不了一点，挂了。就是直播，你太卡了，因为不要尬。我们从明天开始要排练，然后后天要综采，完了之后卡比什么？
中午也要上。什么？叫卡比？就连着三天上课。救命！我一句话听不到你在说啥。都挺晚的。太卡了，没关系，没关系。那我明天找你。好，挂吧，拜拜，别连了，卡死了。可以找你不照的规律，但是确实就是公园的时候确实不敢吃，然后饿了想吐，每次饿了想吐，但是吃饱了就是公园扶住肚子了。真的假的？没死了我不信。什么吵架？你不是要退票吗？你来拿了饮料就走。爸爸姐给的饮料那是，主要是我今天很累，我不知道干嘛。本来想回来跳舞的，但是感觉就是有点环境有点受限制。你们觉得呢？我怎么可能8点钟起来吃早饭？脏你是解毒，从来不脏你。好累呀、啊，躺实不相瞒，飞上成都你瘦了4斤，你看你好瘦哎，你腿好细哦，比我都细。11点下，芳芳姐竟然催我下播，芳芳姐不爱我了，催我下播了。被我吸引了，想看这部。你不是写作业吗？嗨 ，B V。躺着播，速度休息时间还没太明。真的有点把生物钟往后推，以后中午算早饭。那要吃三顿吗？我吃不了三顿。谢谢绿波龙的荧光海。太相信小王鄙视你腿短，那他腿确实比你长一大截，我觉得。你们俩可以早点休息。一个像长腿螳螂，一个像短腿微英雄。爱的要有规律。好，嗨，你好呀，怒。你好，你好。不想打这个灯了，我想充电。你们经常跳舞，消耗很大，正常吃喝体重都会掉。没有，我要是正常吃喝，我绝对会长胖。谢谢 B 位的一分，谢谢你波波，谢谢 B 位的一分。晚上好呀。我确实得多吃。看我的脸对不对？真的假的？你替我出去，我才拿钱。好，我现在就定。你这形容，你对上他俩，对上了吧？就是那个腿又细又长的那个小王，感觉今天被榨干，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我也不能说矮吧，就不那么长。是学习。谢谢芳芳姐的0.2分，我踢了啊，我踢了啊，嗯、小胡要求的，到时候别骂我。踢出房间，好爽！好爽，我今天安静一下。爽到我还想点个外卖，我好饿。习总，你是不是被什么附身了？你在这是装什么脆弱母女？你是好人，我去，你快去写。谢谢芳芳姐0.2分。吃点好。欢迎转转小狗，主要是昨天5点才睡，你有点饿吗？嗯，辛苦了宝贝，谢谢转转小狗的荧光海。你是拿错了，你是改名了吗？谢谢芳芳姐的0.1分，你是改名了吗？谢谢芳芳姐的荧光棒，想我了怎么办？过两天不就见了吗？换号了，你是哪位呀？我看看，让我来查一下你的水表。查不了，你个人主页啥也没有，快说你去。天天失眠，失眠。老板问我成都哪些地方，辛苦了宝宝。几乎没有。失眠来找我吧，我也失眠。好。勤工剧院附近。投积分的 bug， 什么？好的，好的。主要是今天真的
队友有很多绷不住了，然后我也有点有点绷不住了。凤凰吗？这是舒哥的荧光棒。好家伙，这不是。嗯。哥哥吗？就是姐姐不让我们射，姐姐不让我们射自动。我去，好久不见。就公司说现在不能射。你换号了，你号好多呀。好久不见。投九分会被认为投了90分。还有这种好事。你想给我投积分都没办法，是什么？是因为爸不让吃什么？那我问问公司。好有听呀、啊。我不是很懂。不行哦，不能，我们现在是新人嘛，我们不能发。怎么可能？这么大的事儿竟然有 bug？ 就只能0.1分投。好久不见。公交的场面，好像我们今天早上就吃的。没事，你爸怎么回事？想不想赚钱？你搞 bug。 海鸥姐都不说话了，这么久没来了。我没有说什么时候才可能，不知道，没有说。吃炸鸡，好。我想着剪个刘海，把我刘海剪多一点。哎，我真的能吃吗？我不是才拉。只有99分以上，没有这种 bug 概率，好坏呀。欢迎，彼得潘，对。夸张了，我问我公司，我一会儿。嗯，可能是吧，他们有他们的顾虑，我也不知道。还在这儿点外卖，我服了。晚上好。看我青春时刻了吗？拷问一下。羡慕卡比的刘海吗？也不是那么的羡慕。是条形吗？鸭血粉丝的。我很容易出汗，看了很性感。孩子长大了，孩子都跳性感舞台了。我看了某些贴吧有人说我硬件不够，不了解我，无语。杰克是真才实料，从不搞虚的。想看哪个风先弄出来，那你就先把搞这么漂亮干嘛？今天上班就穿的这个。再来想看哪个？主要是他到了，哎呀，我不在意啊，我就这么说。我就穿了呀。星光的海上，你为什么想看这个？谢谢小姨在灵光帮嗨，王子看了说我上科技，王子自己才上科技呢，姐都是真才实的。晚上好呀，小熊。肯定，今天的造型肯定没去过漫展呀。他们说要经常自我。我才买这件衣服就很可爱。只想买 SPY 美杜莎关不掉，墨铁 SPY。真的吗？稍微后面看呆了。谢谢前辈。我在站桩啊，可是我在站桩。谢谢前辈，阿里嘎。我也好喜欢前辈们都长得绝了，好喜欢。这人呢？还在想吃什么？我真的要疯了。你不懂本脆弱美，我懂，我知道你就喜欢那种意识流。水色类似裙子，类似小马，好呀，美啊，很适合你啊，你头发也是蓝色的。好看着，穿着好看。不洗了，操！偶尔油腻也是。都想吃麦当劳了。大家看看帅帅的黄姐吧，帅帅的。说我们那个 unit 是整场唯一一个纯耍帅的，所以我们要油腻起来。反正。底下女粉多很多，对，今天发现我们 C2 底下女粉含量很高，哎，
王子回家了，好吧。哦，对啊，我知道他回家了。什么黄杰？那是黄哥，对。你是不是在逗留看笑话？明知我还没能力保护他。卖吗？很少穿裙子嘛，下次可以穿裙子来见我。咱们称兄道弟，谁跟你称兄道弟？在外面，你回去呗。我十一点半下播。喜欢黄哥的撩妹技术，我什么时候撩过妹？还在点外卖，我真的要疯了。成都不应该零多吗？我总觉得天宇好像。没有，如有冒犯，纯属那个什么，男粉多呀，都有人来，店员好几个男粉来握我了。真的吗？就你卡。替队队长没开呢，等开了我立刻去。我本来觉得，我看他们青春时刻都哭了。然后我说我绝对不会哭，但是我一边这么说一边又觉得自己青春时刻。我想看啊，苗爷宝宝在干嘛？宝宝在点外卖。一滴眼泪没掉，还挺开心。跳完牛郎其实女，我一直女粉挺多，只有几个男粉吗？翻一下衣柜。好，我的男粉应该没有超过十个。你在外面等着认识一下我的男粉。你跟我的小粉认识一下，小粉每天都来，然后上面这个大鸟也是个男粉，上面这个池叔也是男粉，哎，也不算很少，其实。还是没想好吃什么。女粉的审美是有误解，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就有人喜欢萌妹，有人喜欢性感姐姐，有人喜欢帅哥。美珠哥，对啊，小粉上下班都在。就是竟然穿个粉色衣服，晚上好，小白。对男粉脸盲，对不上 HB。就这个吧，就这个吧。就爱女人是吧？你在外面等着认识一下女粉，都是女粉啊。看看 top， 看看新人，仿佛不是一条河。咋说呢？嗯，这个东西。我想吃辣的，微辣。你要吃辣的？嗯嗯嗯嗯，没什么，前辈，我什么都没说。你别太荒谬。我没。四八对女粉的审美问题。那个把你生血送给卡比的是谁呀、啊？可点麦们。是送我耳饰的这个是香菇。我觉得她是女孩子，她真的是男孩子吗？女孩子。哎，是吧，是女孩子吧。嗯，上次谁跟我说她是男孩子，我震惊，我说就是女孩子啊，不要把女孩子认成男孩子。谢谢何处寻的荧光棒，人家只是头发短了点。快乐似神仙。好可可。什么以为你是她是女孩子，今天又要被骂了。猜就是他，对呀、啊，是他呀。女粉选择了他们喜欢的样子，还得是牛郎风，说不定呢，真的，说不定我觉得有我们万一到时候没有恋爱呢，真说不定。尝试一下，家人们，到时候搞一个帅点的发型。这就是那种可爱一点的青萝吧。那是你不爱，你一看就只爱那种性感。你不爱不代表别人不爱，好吗？每场都和他一起，问他爱他不说，他不想，他不跟你交心，他不爱他不跟你交心。哎，对，香菇是女孩子。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就是那种典型的川渝。学习姐，学姐爱大波浪，你知道吗？学习姐，大波浪不了一点，他跟你交流。爱家族。哎，我这个好。你最好在家。看你在家玩。这
这样好多了。他暴露你名字了，我一听就知道是你了吗？看直播被前辈粉丝围观了。锁屏是有锁，我有锁屏吗？你不要替我设死啊。耳钉，今天我看到你戴的耳钉，戴了好多个耳钉。女粉多，现场女粉多。好看。男粉也好看。设施。贡献榜跟卡皮颜色好搭，是的。石叔来现场吗？求求黄老板别点你名，怎么了？黄老板点名你还不开心？我可以分亲人，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忘记 ID， 但是没有 wink， 没有 wink。黄老板为什么叫黄老板？只有一边有耳钉，就是这儿有一个，这儿好像有，是吗？对，我感觉我们 C2 女粉比较多。现场听到靠声就是男的多，有没有可能女粉的声音像男？那个黄老板真的是老板，对。他的店员我。上面一个，下面两个，我记得是有、啊、有就是很多的，这一排好像没有扫射的，大家是吗？好像还有一个是黄色的，我记得有一个。各位女粉们的声音跟我也差不了多少嘛，还要说我声音粗。对，也没有，就是碰都不能碰的话，你啥呀？嗯，我怎么记得是黄色的？看到我记错了吗？两个粉，有粉的，我记得。其实听不太清那个声音。而且我累呀、啊！现场听你们靠声真的巨大，加油吧！但是直播里确实。希望我能活着熬过这段时间。本来今天早上没睡好，早上还挺好，挺开心的。是石叔啊 ，Hello 黄奕，我是雨萱。怎么今天好多好久不见的人？嗨。什么羡慕啊？香菇，下次戴个耳钉，我也给你，我给你数一下，给你好好数一下，你戴了多少个？我记得你的头像。清嗓子，相信剧场里的小姐姐都是青春漂亮，确实蛮多青春漂亮的女粉丝，就是那种我觉得都可以来做成员的那种，化妆化得很精致很漂亮的。是吧，真的有，快上大学人了，声音你还在呀，刚喊你不理我，声音还是小学生，小学生多好。你旁边是特别好看的小姐姐，欣姐也挺好看的，欣姐性感。哟，这不是奈哥吗？两分钟心动十次，谢谢天宇的一分。快来看你们小鹿。天宇刚刚乱窜。对，兼职 staff 小姐姐也很漂亮。618有买什么东西吗？没有。没有吗？怕痛，可以戴耳夹呀。是吧 ？staff 姐姐人就是让自己快乐就好了。你想来一条？你觉得快乐就戴，戴八个你更快乐就戴八个，戴一个快乐戴一个，不戴快乐就不戴。上场没来，时不时哇，那个好好看，这个好好看，真的很多漂亮的女粉的。剧场好大，舞台也好宽敞。对呀，我们成都主打一个有钱。这是个丸子巧克力。但是那个直播太高清了，我那脸上的痘都给我照出来，太高清了，还得好好睡觉，确实蛮豪华的，而且真的我就是觉得这边工作人都好温柔，好温柔，就是大家可以一起交流，有什么事情直接找他们，就是感觉很蛮可靠的，而且很认真在做事情，大家，而且那个切镜，你们就看我最新一场的那个 unit 就是蝶语。和第一场这些不是小瑞的不是他该全我没有好相信你们说特写好很多了，在晒太阳发呆呆住了。好吧，我们有你有多少套这个类型的衣服？这十一点了，一个真正的核心慢
成都最好听的声音。有人不会说我黑粉。声音是因为剧场太大太宽了，他那个声音过来。你猜我有多少套？我们甚至就自己唱，能有两个声音能听到，听那个伴奏，他过去又过来，然后就会有些时候导致我们都跟不上那个拍，因为太大。我那个角度开不到卡比的脸，只能拍到你的脸。其实香菇破案了，香菇是天宇的。对，最近好。天宇的那个线下粉。来看卡比只是为了看，只是为了拍电影，不过拍的挺好看的。最后两个麦克风，真的假的？那我倒没有，就是一会儿早点。就是得戴耳麦唱，听地板的话可能会有延迟，因为场太大。但是家人们这么大的场，我们都能坐满，现在好感人。虽然有可能是因为有免费票的原因，但真的蛮感人的，好多人，我都没有上过这么多人的场。我以前在沈阳的时候，都是除了第一场爆满，第二场就两三排。就是人多有什么好处呢？你 MC 不管讲多无聊的话，底下都有反应，大家就是很给面子，捧场嘛。不是拍的秒夜和你，有外物啊？对，好像月底有个外物，是拍秒月底有个外物。对，我真的有点累，感觉具体是不是在撞，反正有外物，跳两三首那样。唉，哇，我从来没有去过外物，家人们。去吗？反正我们队应该是能上，有个外物。然后说，我听到地板有，我说有多少钱拿？然后有人回答我说谈钱就俗了，梦想汗水坚持。我说好吧，那我懂了。泪目了，泪目了。Hello， 卡比，你在队里还不精致，我在这显得好随便啊。你能去吗？哎呦，去啊！我打灯而已，我把灯关了，差不多。哎，是我们队，外面不是我的了。好累呀！你今天还不乖？哪里乖了？一点都不乖。他们应该很喜欢你的今天这个造型吧？你们喜欢吗？我单问你们喜欢，喜欢吗？怎么卡得很 ？Hello。你怎么一卡一卡的？超喜欢。慢慢好好好，因为确实就是比较适合我，比较适合卡比的。能听见我说话吗？你这能啊？我真的，哎，真的不是我说，我真的很就是哎，我才开心一点点。我刚刚上什么才开心一点点？我跟才开心了一点点。我刚刚整个人都很荡，刚荡到就是很卡的，我听不清楚。什么开心一点点？你前面那几个字怎么被屏幕吞掉了？哦，只有看到你才开心了一点点。哦，快点，刚看头型，我说什么和小曼，什么什么开心一点点。直播间，你房间人多吗？几个人多？我什么？我人多吧？我人不多。马欣月，你，爸爸，我觉得很多，都是我的，都是我熟悉的小伙伴们。谁在？你在哪个人的房间啊？嗯，什么？你问我在哪个房间吗？怎么卡呀？他怎么这么卡？如果是游戏的你卡住不动了。你是一帧一帧在动。摄像头在这儿，但是我人看着，我有你的音乐送。什么？他在钱嘛，都是钱。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再开始听不懂。我觉得自制小综艺挺有意思。让大家快速了解到我们。我也好卡，我烦死了。买不起，给你红包。你那边还卡？要求挺多。新人刚开始肯定忙，不是舞蹈压力大，是就是我本来以为排完新公演，上完新公演以后，首演完以后就开始闲，结果不仅有青春时刻，还有对，而且我们一周还是两场公演，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又在排。就而且就是还在要不停的录音，不停的上课。现在赚点换了个大巴，我也不知道为啥换，是赚钱的原因换吗？有 VR 就好了。伤心了呀，吴志越给我拒绝了，什么意思啊？我刚刚还跟他说了连他。没有很凶啊，就是很Hello，扫扫这是什么？扫一扫。
我怎么扫？我手机在连麦呀。I love you。哎呀，你好甜呀！你怎么这么甜，宝贝？看到你了就甜啊！看到你就是糖尿病都要犯了。你知道刚刚为什么我挂了吗？嗯，不知道。因为刚刚我在哭，没忍住。嗯，摸摸宝宝，太累了，摸摸你头头。没事，看到天理我就不累了。我不会。啊，快来找我玩，我在807等你。等会儿还要练舞，哎呀，流鼻涕了，擦一下。好可爱哦，受不了了。你才可爱，你真的，我好喜欢你这身衣服，太乖了。都借你穿，快你也去来，下次公演你。你知道吗？我这套衣服，他们说我是乘务员。你这么一说话，真的有点像，就是真的。他们今天，他们今天一进来就说我是乘务，穿的空姐乘务员的服装。因为可能我刚开始加油吧，明天心里还在想，我该是乘务员。咱们还对，咱们一起努力，哦、咱们得青春时刻呢。是的，真的就是今天店员的时候和你聊天，好开心呀！谢谢卡。我也是，我好喜欢和你聊天，每天和你聊天就会很治愈。虽然有时候你是有点变态在身上的，还有变态。动不动就是小月亲亲，然后就过来了。我上次约了锅子和深深，哎，唱个鼻涕。三圈，你是三圈，卡比太乖了。就我呢？为什么你那边直播的光？我买了一个好呀，买了一个聚光灯，一个圆圈。羡慕我，马上就去下单，美团就有。三圈，我们还和天理商量，就是之后咱们一起回学校，一起吃饭散步。对啊，我们一起回学校。因为好搞笑嘛，我想象今天六开心。那你先播吧，加油，宝贝。嗯，说你先播吧，加油，明天见。对，好，拜拜。来找我店，没关系。几号？什么的。可能只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然后导致我去美发时间有点时间长。因为我之前去医院嘛，就是检查是感觉就身体有点问题。密室最值，他就叫我不要剧烈运动，但是没有办法。得有人拍那个大对，队友压力很大，大家我们 CKG 压力都挺大的，而且还得有那种能拍晚上那种。注意身体，你们也是注意身体，你们也是啊，嗓子也要注意一下。看到每次香菇那个 say no， 我天，很大声，很感谢。老板先把 B 站账号准备好。卡比21号，我注意嗓子，对呀、啊，苗叶也是注意身体。你失眠了就来找我聊天好吧，大概率我也在失眠。我希望能陪着你们，然后你们不开心的时候都要有我在。我知道，我发现了，直播起劳。然后等21号，好嘞。其实就是说，我在旁边被他吓了一跳，笑死！你是哪一个呀？你是哪位？让我看看我有没有看到你。去，但是快乐生活。欢迎直播的，我不会打麻将呀。对，要有好的心态。对啊，加油吧。和密室约时间，找人拍自己，这样就很麻烦。谢谢天宇的玫瑰花。那个拍的人是老板的粉丝。好的。麻将万恶之源，我真不会打麻将。你们不都是我们？花钱就行。灵异事件。想看一两分钟，谢谢有张太开了，先闪一下。谢谢秒耶。那种很尬的那种吗？有你是卡比的福气。挑战吃奇怪的美食。没关系，明天这几天熬过去的话，应该就会好一些。啊，
啊，可以搞一个视频，就整活呗，加油吧，整点花的，像什么花钱试试，可以，一步一步来。秒夜不允许灵异事件，什么意思？老板可以和他，谢谢 KOL 送了一个玫瑰，还不妥。还不吐，你还指定老板，我选你。你看，开始了，请和我交往吧。我考虑一下，肯定是有麒麟拳，我懂了。跟麒麟拳有什么关系？没有，我就是遇到谁我都说麒麟拳，麒麟拳已经成了一个很灵异的事情。他好像出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拳拳是认真办案。麒麟拳万恶之源。我是苗叶的小老公，嗯哼嗯哼嗯哼。我的脑和我的心，我的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在。下次去店员找你一下，就是行。还没有过时啊！展现才艺，我啥才艺？遇事不决，麒麟拳。我才艺就是吃醋了，看可以什么呀？不准吃醋，不准看别的女人，你的目光只能堵在身上头。Focus on me, OK。成员间的羁绊。我跟卡姐的羁绊马上就要断了，她要走了啊！不会断，不会断，我们还有直播呢，我们还以后还会见呢，怎么可能会断？老板，我伤心了，伤心了。老板的 CP 全是异地，怎么回事？什么叫 CP 全是异地？你去了解了什么吗？这话说的。嗯，我好像是了解了一些。你了解了什么？哪有别的 CP？ 吃醋了。你吃醋了？我哪有别的 CP？ 我跟你解释一下，真的没有。他们都是因为工作，他们都是商业的。这话说出来，怎么了？你自己信吗？真的，他们真的是商业的。难道你真的最喜欢我吗？对呀、啊。真的假的？对呀、啊。哪种喜欢？尴尬是今晚的康桥。嗯，没有，什么渣男发言？我说我是渣男。等会儿你 CP 马上给你连麦了，等会儿。我哪有 CP 啊？快给我解释啊！大家快起个哄，让老板去连他。秒夜马上把图删了，不一样，这是和前辈，这是对那种前辈的憧憬。是，不是？哎，不是。不要你们是我心里面的小宝贝，因为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不是，你们听我狡辩。听你狡辩。听我狡辩一下，是这样。听我狡辩一下，就是。是这样的，那个汪姬她是我的侄女好朋友，她跟她还不商业。连麦工具人，他把我当连麦工具人。你们忘了他以前干过的，他怕他在大佬给我投访问，他秒挂我的事情吗？这个事情我在心里积了十年。然后彭姐是我的开档，卡比一走我就该收拾收拾回重庆，真的假的？单纯的天宇真的感觉你很怪。卡比不是是什么？偷偷告诉王子前辈会不会过来把我杀掉？就是进团了，你就是我的小娇妻。太惨了，都是工具人，那没有，那我还是付出真感情的，好吧？看别的女人去了，我不想去了。好渣！我都是真情实感的，只是老板那样。老板真的很真情，老板是只有我见过的。最不渣的女人，对吧？你看，之一，我也是，因为卡比哪里？我又在这儿跪了，我给大家跪一个。我没事儿就在，因为我要充电了。谢谢乌龟的玫瑰花，感觉我没事儿就在跪。谢谢乌龟的玫瑰花，三个都是我的翅膀，什么我的翅膀？不是三，不是，你不能说和我关系好一点，都说是我的，谢谢。对卡比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不是卡比是那种乐观积极向上，但是有一点点傻，但是很可爱的后辈小狗。后辈这个词是不是太疏远了？用小狗吧。对，是那种比较傻，有点小狗，喜欢带铃铛的那种。不玩铃铛。那是什么声音啊？
吉林全的铃铛。吉林全拿铃铛在我房间摇。对，好烦啊！齐天全，赶出去！我又在这儿跪了，我真，我从来没有骗过。跪，我跪黄老板的搓衣板。我哪有让你跪搓衣板？你不要乱说。开玩笑，我自愿跪的。这是跪的秒叶的搓衣板。我不喜欢你跪。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没看到你们在说什么？谢谢霹雳火的荧光棒，谢谢蓝光的不是荧光棒，谢谢我最喜欢的小宝贝啾咪的荧光棒。跳 Spy 那个是纯纯好朋友啊，家人们，纯纯好朋友。因为我在这充电，哪里不理你了，小雨？黄老板怎么说什么杨书记？我的秒叶呢？名字嘛，黄一陈一是。秒叶真的长得好漂亮，家人们。谁不爱？我试问谁不爱？莫提，从来没有过。尼某是我单方面爱，尼某是我单方面爱，强制爱，强，没有强制爱，没有强制爱。我的 WiFi 到了。是先生。讲个搞笑的，我是先生。对对，单方面爱不是强制爱，强制爱和单方面爱不是一样。有没有人给黄老板卡比写个一分钟短剧本演一下？可以，可以，卡比都可以。什么剧本？什么剧本？对，那种秒叶今天拿头发的那个。那种。那种你是我舔狗，然后我不屑你，后来晚安，然后后来你不爱我，但然后我反过来舔你的剧情，强制。王一林在房间，剧本，然后最后我们成为了好闺蜜。啊好，拍这种都是女同那种，够曲折。后面，但是我就是比较贱。后来他不爱我了。谁？这是谁写的吗？我写的，我写编的。我就是比较贱，他不爱我，我就觉得哇，他好漂亮，我爱上他，然后我就去舔他，然后舔不到，然后最终我们和解，成为了好闺蜜。哇，好浪漫！我甚至马上就想演了。哇有人想看吗？想看的，想看吗？想看的，想看的。今天我逼溃了。好浪漫。我真是写故事大师。老板什么时候出书我买。什么时候出书？谢谢思源的0.1分，谢谢思源的0.1分。他同意了怎么办？他同意了那就是另外的发展。谢谢思源的0.1分。想看，你有点卡。速写。真的想看吗？谢谢思源。秒叶真的想看吗？0.2分。小心剧情照进现实，还不笑脸。卡，真的卡吗？我要下播了，我要去找他们玩。哪有可爱？哪里可爱？到底是谁在可爱？谢谢花姐的0.1分，谢谢花姐的0.1分。好，我吃小土吧。我们一个眼神就能表现出这整段。谢谢花姐，谢谢大家，谢谢 BV 的0.1分，谢谢大家。怎么白白的这么快？一点都不。我不知道干嘛了，我感觉我今天脑子有点好用。我没有粉丝。这拍死的文字。好离谱。难过，睡前看一遍我的哦，不是睡前，下播前看一遍我的青春时刻吧，看一遍我的关不掉。谢谢思源的0.1分，快吃饭吧，早点休息好。我等老板下播了之后，我去那边的桌子吃。为什么是罚款？得罚多少？为什么要罚款？多少？为什么要罚款？看一下吧，咱们就是说现在不走搞笑女路线，因为我本来就是高冷、这个、冷脸冰山白白优雅从来不猪叫的那种女人。我
这个，哎呀，好像鬼呀，不好意思，这个肚皮看就很 Q 弹，好可爱。自己光照的我像对高冷冰山御姐，本来就是。家人们，家人们，好性感，这个好性感，哎呀，看不清。不是，你们看我这个大腿的啊！我有猪叫吗？今天店员这么尴尬，我觉得我今天店员还挺高冷。一看到你在台上就很像，为什么？苗叶，我戳是戳你笑点了。那也挺好的，你能一看到我你就想笑，说明我就给你带来了快乐，是吧？哇，我是怎么做出这么妖艳贱货的表情的？看着不像什么好女人。我受不了我这个刘海了，我受不了他一点了。贱女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公主，国王，你是会骂的。公主，王国急需一个新的领导者，这很正常啊，我练的，对吧？我觉得我练的挺好的，家人们。为什么我一练了，我当时感觉台下的人都在那爆笑，然后我还绷住了。但是马新月没绷住，他在那里笑。狠狠倾倒，然后我的脑袋撞到了那个高脚杯。亲儿子又来尬我了，我受不了了。这个屁股扭的妈妈如果知道了一定很生气。你可能前几天有没有对着阿青他们说过同样的话？普通那个高脚杯是我自己买的塑料的。我听到你们笑了，我直接看到天宇在那个超威，直接他这样，就那种很绷不住的表情。然后我当时在想，为什么会笑呢？当下有点打断我的思绪。拉布洛斯的米粒米不就是这样的吗？你是真没绷住，真的有这么搞笑吗？我去，我这个肉真的喷了好多发胶。不是我说，有点色情。这个亲儿子说话真的好尬呀、啊！我真的好多汗、啊，我都不想，我能不回这个人，我不回这个人，我觉得他很搞笑哎。这个白衬衫还是我朋友给我带来的临时，我本来自己公主王国急需一个新的领导者。我比这么练吗？公主就是王国急需一个新的领导者。他就是不太性感，好像不太对呀、啊，我这么练。朋友临时他来看我后面，秒夜在我后面狂笑，就是、真的吗？椅子舒服好看，谢谢。越来越好，都很搞笑，绷不住我朋友的笑鼠了，真的很搞笑，真的笑鼠了。我站那里站了可能两分钟，我人就走了。我感觉我真的，本来我们是有一个凳子的，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把那个凳子给我们搬过来，然后我就在那里，我们三个就在那里站着，还不尴尬。吹嘛，就是吹你冒险哥越来越。冒险啦，好没有话说。冒险哥越来越冒险啦，是什么？越来越冒险啦。黄老板越来越黄啦。你才越来越黄。越来越异啦。卡比越来越卡啦。哈哈，真的是。花花姐越来越发啦。香菇越来越猫啦。秒叶越来越夜啦。天宇越来越雨啦。笑死，越来越异啦。你们都被传染了，还不？我给你们解读一下这个理。我下去还弹了一下，要表现出我好像很 Q 弹的样子。没事。Q 弹。要表现出我那种。这是什么鬼？什么想当什么什么的，倒机。MC 都在，还不。他的工作群啥工作？什么还不啊？什么意思？还不。还不、哦、还不好厉害、啊、还不浪漫哦，还不浪漫，还不可爱，还不搞笑，还不吓人，还不卡比。
然后我发现那个放，我好像个男的呀，我像个男的穿女装，有没有同感的？我像个男人，我像个男人穿女装。我真的好，好像那个男人穿女装啊。是什么？是什么新词吗？上强度了。很像扶他。扶他这个词是能说的吗？啊，是不能说的吗？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扶了一下黄老板。我在上场前被要求说，你那个花瓣，你下场前要自己剪掉哦。然后我发现直接用毯子把我包掉了。然后我在那个最后面谢幕的时候，就是背完的时候，发现我脚边有个花瓣，我立刻把它鞠躬的时候顺便把它捡起来，然后把那个送给小鹿了。好甜啊，老板！你好卡。怎么说呢？有一种丰满的美。我什么时候能瘦一点呀？我下次我十三穿什么呀？我的天哪！实在不知道穿什么。我明明那天饿的要死，为什么我的肚子还是这么看着这么 Q 弹？我那天就都没有吃到，还是这个肉短短短的，好无语。晚上好，谢谢你。哟，好久不见，这不晓得是吗？好久不见，太好了，好久不见。我在想青春时刻那天穿什么。对，家人们再见，明天见。老板需要不是节食是健身，我肉就是软的、哦。拜拜，下播了。我也是，我这个手臂简直就是壮，真的一个壮汉才拥有的手臂。你还壮啊，你那么瘦。拜拜。有鱼在呢，一句话不说。拜拜。去狂欢了，对，我也去狂欢了。给你们看性感喉结，笑死！在女团 idol 的直播间看喉结。穿什么呢？所以喜欢卡比的也很甜很可爱，谢谢。知道你是男的，可以去参加量级什么拳击比赛了。我有双 Q， 我去那边吃东西。那我去吃，我去老板，我去那边吃东，我去你那儿吃东西。好耶， yeah， 开心心，又是长胖的一个晚上。长胖，哎，长呗，又不胖。好，谢谢老板，爱老板，爱卡比，爱卡比的女服装啊，这是可以说的吗？好爱吗？我也觉得这个很可爱，真的吗？好多买，再买十条，我给你买，真假的？我好变态，我也想看你穿。我们互相看，好嘞，一拜。伏地魔的声音，你是黄老板，爱看女仆装，可以啊，去参加，去看 C2 的公演，
感觉还不如不开，开了感觉怪，那不开吧。一起去狂欢，看一下发际线离谱不要啊，什么鬼，卡比吃的卡比吃了那个米线，三鲜米线，就适合那种养老的人吃。看看发际线，看了，就这么高了，真服。吃的很清淡，对，吃的很清淡。真的吃干完这个饭，我真的要睡觉，我感觉我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神志不清了，神志不清了，神志不清了，神志要不清了。现在黄老板都能看成。谁在走动？老板，哎，老板，你好。完了，我想起一件事儿，我昨天晚上洗的衣服，我今天都没去看它。哇哦，我真的，对，我真的得早点睡了，我感觉有一点。明天开始身材管理，好，再选一次，再选一次是什么呀？哦，对对对。我服了，没有，我是在那里排队，然后排到现在我都没去看，哎，不想去了，明天去看，应该不会有人偷我衣服吧？不会看，哇哦，什么美少女的衣服，然后拿走，应该不会吧？身材管理，每天晚上七点后不能吃东西，太饿了嘛。知道了，看到我的小肚腩。明天开始就减肥，好吧？主要是真的有点累，然后就想吃，然后就会胖。其实闲下来的话，你是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忙的话，你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的。有没有同感？没有捏脸圈，
看卡比吃播。我真的得好好管理一下我的身材了。其实吃了的，但是还是会饿。饿很胖。把你们吃掉，算了，我不吃米线了，我就把这个猪肝这些吃了。真的吗？忘记吃饭，我以前也会忘记吃饭，但是来了这儿之后发现不会忘记吃饭，每天都好想吃饭。不会晕倒，不会晕倒，不会晕倒，我只是没有休息好。嗯，但是幸运的是，上班因为这份工作我很喜欢，而且还有你们，所以说我觉得还很快乐，而且也不会觉得很饿，就是太累的时候会觉得。什么别吧唧嘴，为什么不能吧唧嘴？谢谢秒 A 的一个巧克力。我今天真还不一定能回翻牌啊。嗯，哇哦，四分之三个菠萝包，半个饭团。你吃这么一点啊，苗月，不会饿啊？你不会饿啊？看你好瘦啊，我都心疼。我这女仆卡比无敌，嗯，那其实喝水也挺减肥的。我把这些吃了，这些应该不会长胖吧？黄花，嗯，哪胖减不胖？感觉你都没肉。天宇看着比我还瘦。我也三位数，女生哪有不三位数的？皮都吃吗？这是卡比兽，我再一个一个吃掉。没有啦，这是很健康的身材啊。就是如果不像我们这样，就是比如说职业就是偶像的话，是可以正常吃的。很瘦了，对于男生来说的话，嗯，我也是梨形，好吧，我上半身也不是很瘦，我也不知道是啥沙漏型，嗯，梨形身材好看呀，我就喜欢，我觉得梨形身材很好看，就我画画的话，画动漫人物什么的，我都会画，就是把它画成梨形。
对呀、啊，真的超好看，你不知道我多开心，我在炫耀，我说我有漂亮女粉丝，哈哈哈，羡慕了。嗯，没有，就是乱画。没有啦，就什么都会一点，但是不精。哎呀。我今天梦中的婚礼，我觉得我唱了，没唱错词，我真的谢天谢地，我终于有一天没有唱错了，一句都词儿都没忘，太好了。但今天真的感觉一直在吼，就是一直在忘动作，就是突然好像脑子不够用，然后就愣在那。啊、哦，天宇应该是全程看到了。嗯，感觉得到苗月就学画画了，那种细致。吃啥吃的卡比兽？龙虾啊！我准备下播了。看见啦是吧？一直在那儿跳错。尴尬不嘞？拜拜。哦，也是画画的。其实我感觉我能看出来。因为你们的气质就是比较像美术生。拜拜，晚安。等会儿我先去超话看看你们的反图，谢谢大家。嗯，早一点睡，你们也是早点睡。今天，明天是周一呢，明天还得好好的上班。咱们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晚安。